林千金的代志，我有听讲，请节哀。多谢，我敢袂当念一下香，当然会用的。方便，跟我讲一下话。好，阿姨，咱来休息室，车队要来。你第一单我开嘴吐破，万条万，阁真正真疼惜莹莹。啊，明明第一红回头，伊讲硬要来，送伊这个宝贝的查某孙啊，最后一滴。这边哪有可能啊？那参像阿姨讲的，今嘛四界拢警察，都要抓曹源啊。你哪可能这么大胆，还出现在这？其实你真正不免对我这么封闭。从较早我就知影，万条湾甲开阳有合作。这个男是开阳家斗三工，伊哪有可能这么顺利就逃走出来？佮闹到这么大的动静。所以阿姨的意思是，坦白讲啦。万条湾，就算我伊有栽条一桶仔出去，伊想要中山再起，已经是真困难。所以阿姨愿意出手斗相共。我知影恁阿母感情真好，也毋过你真正愿意，把你后半世人拢放在一个无路通行、无名之徒身上。不管是好是歹，曹源拢照顾我大伯死人啊！我袂用伫咧伊上需要我的时阵对伊放手。只要是你关心的，阿姨拢袂放在眼管。啊，只是讲你这么坚持要甲万条万做伙，啊，你好心文轩伊安怎想的？敢讲你都唔捌想过伊未来出路？我当然嘛知影，啊，不过文轩到即马也是唔肯甲我相认。伊家嘛就伫迄间破咖啡店赚艰苦钱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认为文轩是一个真难得的少年人，你更加袂当放弃啊。袂当让蒋介石的放在外口不管。我相信你一定跟阿姨同款，无法度对文轩放手，对无？那是当然啦，文轩是我唯一的亲生后生，不管安怎，我绝对袂放弃。那安尼，你就应该更加骨力，把伊的心又倒转来啊。杨哥，文轩就跟他一块铁棒同款。唔知影等到一天，伊才肯甲我和解。啊，天下间哦，无人做人是事，一直第一怨恨家己的爸母啦。我相信文轩应该嘛是同款。卡嘉熙，我敢等会到文轩对我软软的迄一天。那咧就要看你，和文轩是安怎感受到你对伊的爱。我一定尽全力做到够。就算讲你家己倒转来，阿姨嘛真欢迎。要唔过，卡说你哪当提早去说服文轩带你倒转来，那呢你就会当早一日有迄个能力去照顾你想要照顾的人。
阿姨是在提醒我，想要帮助新敏甲超远渡过目前的难关，就要赶紧找文轩回去。你听我咧讲，你应该知影，我真欣赏文轩，对吧？所以你回来姜家，文轩第一咱五级集团嘛有一个位置。文轩伊目睭若想要伊个好，嘛毋是完全无可能的。惠弟，我甲话讲到遮，你好好想看卖啊。孟子，是安怎先？敢是拄着实在人啊？是冤仇人，迄个害你失去重建光明机会的歹心恶巴桑杨双水。文轩，卖怀疑我。啊，之前我根本就唔知影你的身份啊！啊，讲到底，这一切拢因为迄个陈忠信伊所做的孽，哎，之前。嘛是伊害恁妈妈失去记忆的啊！唔才会因为安尼，我甲恁妈妈才失去联络，啊唔才会造成咱一家人啊白恁的一家人。莫讲我遮尔亲，我无这福气做你的孙。你家己做过啥物代志，你家己心内知知，就算讲你唔承认，啊不过我是真心错的，就是你害我的目睭我都复原的。我知影我即摆讲啥物，你拢听袂落去。啊，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司法会还我一个清白。王子，咱来走。听到无？你即摆莫阁家己扭啊！你算起来嘛是我的孙媳妇对无？你安尼对待师大，你唔惊去互雷公讲？惊让雷公卡到的人是你，唔才对。参像你这种为着私人恩怨，无顾别人性命的歹心查某，谁甲你做亲家，谁就衰啦。文轩，假使你真正要甲这条蛇算在我的头壳顶，阿妈愿意吞，我甚至会去想办法，尽量甲你的目睭医好。唔免，我的代事甲你无关系。不管你安怎看我这个做阿嬷的，阿嬷的心意绝对袂变的。时间一久，恁会看会到，我对恁是真心的。大医生给我，医医生给我，心心心都袂当记录啊。南京的师傅那边，哪有人在哭啊？丁慧娟跟万新民哭是真正常的，南京的师傅哪会嘛在咧哭？伊一直给我，是让世界都袂当见如来。是万朝远的声音，敢讲是万朝远，假说是师傅来看莹莹。那伊是给我，是伊一给我，是让世界都袂当见如来。文轩，你今天会当来，妈妈真正足欢喜的，多谢你搁有这份心意。不要你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而且你莫阁艰苦啊，日子也写过。阿姐啊，我先来啊，保重。阿姨，阿公，您来是要创啥？我来送莹莹啊，最后一段路。新民啊，不管啊，你哥那不甘愿，拜托的，你千万莫伫个这个时阵加起烦哈。您紧拜，拜煞紧走。你唔免提香啦，直接拜就好啊。
民众通报，讲看到通缉犯万条万走入来遮，那呢一定是要来参加伊查某孙的告别式。阮即马要开始清查，啊，拢几分钟的时间。你去后边看麦，你调这边啊看麦。啊！哎呦！啊！老公！老公，你往哪跑？我看要闹掉。啊！啊！师傅，刚才当拜托你，跟我斗三工，把我翁带去停车场。多谢。多谢。我师傅，我会乖的。师傅，这。这个对文轩会出手打三天，那安尼讲起来，文轩对我还是有感情，要靠劝伊对我回去讲价，嘛不是完全无机会。老公，我去把车开过来哈。师傅，拜托你替我照顾文安，伊已经行袂顶当啊，我爱赶紧带伊去病院哈。唔免啦，我无代志。你去做小灯卡，佮佮了真心啊！来，我们搬。卡西先来啦，附近可能佮有警察在巡逻。你哪会发现是我？虽然我目睭看袂到，啊，不过拄只伫两间事务当中，我听会出来，有人哪靠哪两间。这个人就是你，万朝远。都袂现，现在你拄只无甲警方突破我的身份，你到底想安怎？就算是我对丁慧娟一点同情，虽然我是无得叫伊一声骂，虽然伊用错误的方式带我去买一对眼角膜。啊，不过伊的心意，我是会当体会的。我知影伊是真心对待莹莹，甲莹当作是查某孙的看待，所以今仔日伊一定嘛真痛苦。那是伫莹莹的告别式顶面，伊搁我亲目就看到你被警察抓走，这对伊来讲是我呢大的打击，所以我真正不忍心。你明知影我不应该安尼做，我是甲你斗相共，暗好你离开现场啊。老公，伊是万条万的，伊这么粗残，若是伊惊咱把这件代志讲出去，把咱灭口是要安怎？我敢是种人，我这个人有眼分辨啊。若是对我有恩的，我绝对加倍报恩啊。啊，不过若是对我有仇的，我嘛会百倍还伊。现在不是刀强的时阵啊！敢讲你搁看袂清楚你现在的处境？你已经走投无路啊！谁讲我走投无路？我绝对袂叫警方抓着，我要把所有的冤仇拢讨倒转来，什么人嘛袂当阻挡我。事实就是警察现在四界派人在抓你，所以唔才会你走去倒位，因着你去倒位，你是走袂去的。你那是希望。丁慧娟万幸你会当安慰过日子，莫受到你的牵连，你要赶紧投案，让你的罪名降较低，莫去反抗啊！唔免你甲我拍这水啦，我甲你无共，我自细汉就咧江湖走跳过来，这点仔困难我阁无看你艰难咧。我硬讲我拢已经讲啊，你若是听袂入去，我嘛无得管你。总共一句。你好自为之，我今日会当甲你斗相共到遮。今日帮助我脱离现，这条我会记伫个心内。啊，不过你若甲去做了袂啊，我嘛袂帮你算。